智能化的时代，要打造世界级的原液品质，需要怎样的硬件设备？博力晨重金引进了源自德国、日本、美国等世界各地的665台全智能化设备，搭建可同时运作的50条自动化生产线。他们发现，要打造世界级品质的产品，不仅需要生产环境的极致安全，更需要智能精准计量。这样的全智能化生产设备，让博力晨拥有每个月800万 PCS 的原液产量，稳定持续地为客户产出世界品质、安全有效的优质原液。智能时代，以科技制造世界级品质。博力晨。